我们传统的海上风机是固定在相对固定的大底里面，漂浮式风机其下面的风机会增加一个额外的自由度，风机的平台也会随着波浪在做摆动。目前来看的话，漂浮式风电代表未来风电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方向。好，再接就行了。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，天天抗光抗老化，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